就是太多例子了，每一个人、哦、你就是在超马里面不用怀疑了，就赶快好好修，真的修着修着你就看到礼物，礼物就是这样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太阳圣者告诉你的不会错的，八九不离十。今天一个马来西亚学员来跟我自首，说啊，那天幸福圆满班最后一堂课，这个星空夜雨，他提问他还是他先生的事，我一口断言他先生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当时说没有，我说真的吗？你看得清楚还是我看比你还清楚？他说没有，我先生好像没有这样哦。今天来自首了，他说导师说以后他回去想了，然后去观察，还真的是这样。他说引起了他高度的注意，现在。我比他还要了解他先生，我跟他素未谋面、欸、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在天地的运转里、哦、没有什么你可以骗人的，你骗不了人。你说你打肿脸充胖子说你真的很好，真的吗？那当然祝福你了，但是你有很多要改进的，要突破的，要赶快得到成长的，你就不要想说是不是，没有什么是不是，是只有要不要，要就冲啊，达标，是不是？总之啊，这个成果的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啊，一定有一些突破的过程，突破的过程多多少少是吧，总不会让你逛大花园然后就说啊这会儿得到什么。原来的命跟实际后面的结果如果是有出入的，你不征服原来的生命地图，你如何得到后来开花有结果的好事连连？其实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懂的人啊、就懂，不懂的人在那瓶颈点上往往都会给自己有无限的理由，理由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不对？结果弄来弄去弄来弄去，就看你要不要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这个平常忙是吧，拖到公休之前才觉得怎么搞的又公休了，该做的大事没做。什么大事知道吗？剪头发。对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哎呀，太优秀，是不是啊？我说这个、说要剪发是吧？剪了几个礼拜没剪，这礼拜等一下注意我的人，好歹我们也是算属于网红之一嘛。怎么好意思不剪个头发呢？是不是？其实要不要做，不也就是这么回事吗？叮叮叮，十分钟弄完就好了。对，那如果不叮叮叮一下，等一下又是对不对？心中觉得哎呀，又一件事没做。你想想看哦，今天这事没做，明天那事没做，一大堆事没做，你就会有压力，你就会觉得哎呀，好累哦，好多事没做。我是以我的小故事跟你讲大道理，是不是？